员魔王来 PK， 男子汉卯足全力应战。就让闺蜜的味当魂。当然还要学会超节，这波装了第三胎，我看到了刘德华。哥哥哥，为什么呢？让东。哥哥哥，你的这条腿。练火这把火练火。男子汉前进校园第二战，遇见强硬对手。没有，爸，有点累了。你怎出现的？有点累了。又来了，小曲风。太多挑衅的动作，直接来了。哦。Yeah， 欢迎收看。我爱男子汉。今天的主题很不一样啊，因为最近呢有一个节目非常的红，是，哎呀，就是呢这个举凡所有的会模仿的高手都在里面，对，听说主持人也非常红，哎，没有，火红，哎，还好，听说长得跟你很像，略红，在模仿你。啊，对，他一直都模仿，好讨厌了，对，那模仿蛮像的，是的，所以呢就带起大家一股模仿的风潮。现在呢连校园里面呢都有魔王要来踢馆了，哇，好不好？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来了一堆人，我们先问一下这个林恩啊，你最喜欢看谁模仿人，就是模仿谁你觉得最有趣？可是最近不是大家都很喜欢模仿那林书豪吗？哦，对 ，Jeremy Lin。刚好今天有来参赛的，真的吗？有，很像。如果讲到模仿的话，我觉得除了欧弟哥之外，新秀的我很喜欢小虾啊，小虾，小虾那个真的红白那一段太好笑了，他有一段杨宗纬 B-box 太好笑，哦，那个真的太经典了，碰瓷个卡，碰瓷个卡。碰瓷卡是这个吗？下次找他来节目，有机会的话，对。那今天呢，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来给我们踢馆呢？我们男子汉会怎么接招呢？首先欢迎第一位黄豪平。哇，哇，这身装扮，这是宇宙人吗 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来自政治大学的黄豪平。可以先猜猜看，我模仿是谁？我知道，谁？陈水扁。我是说，每个素油头的就一定是陈水扁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说来就来耶。请说，豆豆先生。他不讲话。今天要模仿的是，我要模仿的是，不管是旋风、冲锋、龙卷风，通通都吹不走的空谷幽兰、吴青峰。哎呦，好像，好像哦，超像，蛮像的，觉得像吗？超像。他已经进入那个状况了。对啊，那你想要听这个青峰唱什么歌？来一个小情歌吗？小情歌，这是一首简单的小情歌。不能再唱了，要再唱要加钱了。那现在我加给你，我再。那你手上拿那个小喇叭干嘛？就是他在演唱会上面有时候会用到的一些配备。哦，对，那今天的话基本上是没有用到的。来自政治大学的黄豪平，他的才艺让伟忠哥经典，他的优异表现，男子汉招架得住吗？今仔日月亮若遐尼光，照着阮规暝拢袂当睏，亲像彼时伫花园，你敢知阮对你的思念？希望你有同款的梦，咱两人做阵返来彼一天。互相依偎的情爱，在你的心肝内，是不是搁有我的存在？永远拢在等，有时阵也会不甘愿，想讲要做伙飞去一个心中美丽的所在。所有的一切，拢总甲你牵做伙，希望你会当了解。谢谢大家，我是青峰。男子汉，男子汉，怎么样？像不像？怎么样？像。是不是要？但我们男子汉里面也没有人也会模仿，我们不能输啊，不能输啊！踢馆的。朱立明，朱立明，来，朱立明，面子，男子汉的面子，上台，直接站我旁边跟我 PK 吗？对，上台，上台，站铁喽！加油 ，Q B。朱立明会模仿，我倒是不知道。我也不知道，因为他平常都唱王力宏的歌啊。对啊，他在模仿王力宏。
我是觉得他模仿一个人很像，但他从来没有模仿过谁？卫斯理。哦，好像哦，超像卫斯理。卫斯理一名。对啊。好，我今天模仿一点点萧敬腾好了。哎呦哎呦，萧敬腾，萧敬腾，直接来哦。好，直接来。紧紧拥抱唯一的你，是我拥有的奇迹。就算世界与我为敌，我什么都愿意为你。好，我们现在来问一下画龙点睛，林恩觉得像不像？蛮像，像那个走音的萧敬腾。走音，走音的萧敬腾，还是糟心的萧敬腾？糟心的萧敬腾啊，还不错，好不好？还不错。好了，那这个第一组呢？哎，你还没有，还没有，有没有别的表演？有要别的表演吗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还有没有？男生来有人哦。其实会用那个吴宗宪唱小情歌，哦、真的假的？来来来，这是一首简单的小情歌。哎呀，见鬼啦！唱出人们心中的曲折。好，停。你这个比较像林志贤，林志贤在唱小情歌。不是，因为志贤哥模仿的太经典了，后人都会变成卡比他的。真的真的，如果要听原汁原味的吴宗宪，宪哥他唱歌是有重点。这是一首简单的小情歌，嘿嘿，哎呀，还是欧弟厉害，他那个转折有，但是表现相当不错，我们给他掌声鼓励。各位认男子汉唱歌这一块，你们还有没有谁可以的？赵琪，你可以模仿，你可以模仿谁？直接现在这边唱就好。李圣杰，哦，李圣杰，哎呦。关于情歌只唱一遍，我想你应该早发现，我今夜寻你愿。OK， 哎呦，好像哦，但是要引起人家注意，共鸣。既然他模仿了一下李圣杰，是，我就来模仿一下圣洁石好了。怎么学？怎么模仿？什么？好了，不要闹了。好，第二位，我们来看谁来踢馆呢？请看。哎呦，我知道他。大家好，义翔很有名哎。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义翔，我现在就读警无技术学院。警无警，对，好。那今天的装扮，哦，看我的装扮就知道，我要模仿我最喜欢的漫画的人物漩涡鸣人。哎呀，这不是冲着我们的人来的吗？而且我觉得他可以模仿另外一个人，耗子。哎，耗子也很像，对不对？对啊，耗子。那个林恩知道谁是漩涡鸣人吗？我知道火影忍者。你有看火影忍者？直接来吗？好，直接来。就读醒吾技术学院的义翔，他模仿的卡通人物惟妙惟肖，模仿强者踢馆，男子汉准备好了吗？哦，音乐慢慢小声。大家好，我就是要成为火影的男人，漩涡鸣人，通灵之术，四位生害无日乱。哇！看到没有？可是我这个术好像有点失败，但是没关系，我的表演结束了吗？还没，因为现在我要用我最厉害的忍术，影分身之术。影分身之术。哇，好强啊！好强啊！各位，我的表演结束了吗？还没，因为我要用佐助教我最强的忍术，看好哦，单手结印，四位生害无影。老师，慢慢灯光可以暗了。火遁大火球之术！哇！我的表演结束了吗？对，我的表演结束了。谢谢大家。我强翻了，强翻了。你除了火影忍者之外，还有没有尝试过模仿别的角色？我尝试模仿郭哥。哦，郭子乾郭哥吗？郭哥有一段是那个杀蛇，那我可以现场来一段。好，来，火烈火焰法，火烈法，火烈火焰，
伊讲这全家人的死啊，抓回恁就马上起来。我讲唔是，这叫做以毒攻毒，我咧预防性过治疗。你本业破事研究成功，比黄金甲直接做做，每公分美金300多块，带下头面一万两千几块，人讲千二块万二块，这知影怎么拽到？叫你食了巴肚来好。OK 啊，掌声鼓励。阿西啊，嘿，西，生了伤水还免怎？好，洗了伤水，不要紧。好，这边抓来哦，你家那个四个啊，啉落哦，啉看卖哦，看个变作跟我同款安尼。什么意思？就是不要乱喝啊，不要乱喝。哦，好像，真的好像，好厉害哦。义翔真的很厉害，你知道，义翔他除了在模仿之外，他的舞台剧很厉害，因为我有舞台剧，他演得非常的好，哎，厉害，厉害，厉害，多才多艺啊。嗯，我们男子汉扛不扛得住啊？对啊，好不好？来，飞这么久，欢迎我们的男子汉。一岁岁的表演能否成功打败义翔呢？面对强劲对手义翔，男子汉余顺生会如何应对呢？一级棒是有，我是小李，参加男子汉，阿凯老师叫我来的。普通话神棍，普通话大神棍。五岳旋风，五岳大旋风，这两招让我进了20强。但今天不一样，今天要跟义翔 PK， 不是真义翔，是。宅男异想，阿凯老师，那该怎么办呢？给我点动力啊，阿凯老师！啊！行动银行，一啦，一啦，一啦，啊！开始赛，开始推，打一谁们？开，打一狗们？开，打一三谁们？啊！最后要使出天照，小李为什么要使出阿玛蒂拉斯啊？小李没有啊。当结尾。问一下义翔，义翔，来来来，义翔，有没有让你热血沸腾？有，我现在就很想要跟他来对打一下。哇！对打。南特，看看谁才是真正的火影忍者。是火影。哇！我出招，给他一次啊！我都要谁分？哇！哎呦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够了，小李，阿凯老师，没错，小李，你已经是一位伟大的忍者了。我就是你的老师阿凯老师。我们的敌人是欧弟。哇！开始赛，上吧，小李。好。阿麦子，哎呦，哇塞，太精彩了！蛇那个太帅了，突然时间刚刚好，我笑得下巴快脱臼。觉得他表演的怎么样？非常好，真的，我找了那么多年，我终于找到真的跟我一样喜欢火影忍者的人。你找到头号了，小英是我的。小英是我的，喂，你还想再打？小英是我的，不，小英是我的。啊！你啦！我们来开。前面攻击！棒！呀！你来！你连滑！在干嘛？哎呦，好了，你们冷静一下，表现得很好哦，表现很好，男子汉也没输吧？哦，对啊，太屌太屌，好，来来来 ，OK， 好，谢谢，太精彩了。
那个，但是要问一下女生的感觉，男生笑到流眼泪，那个林恩，我笑到这边两边的脸颊很酸痛，笑到酸痛，没关系，我再帮你按摩哈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三位，好，好，主持人好，我是国立台湾戏曲学院京剧学系四年级，我叫做刘国少，番薯。台湾戏曲学院的刘国少，拥有一身基本功的他，要来男子汉开班授课啦！造型已经很意象了哈，一看就知道在学谁了。纳豆啊，这样吗？好像，好像，好像。什么都没有。不是啦，不是啦。好像啊，好好，恢复国少。国少，那除了纳豆之外，你还会谁？嗯。哎呦，嗯，台语吗？台湾升大学，阿 Ken， 哇塞，所以你今天有带整段表演吗？哦，今天呢，我准备的这个一段呢，是要造福一些就是平常不会模仿的人，我来特地呢把这个模仿的这个入门基础整理成三大门派。哎呦，哎呦，就是带给大家，然后希望大家都可以一起就是加入模仿的这个大家庭，对对对对，大家庭，对，好。欢迎收看《我爱男子汉》耶！今天欧弟跟 JPN 都没有来，今天我主持耶！今天我要教大家的是模仿的三大门派是一个基础。第一个门派呢，就是点头派。我们要求到的这个人呢，没有错，他就是亚洲天王刘德华。大家都知道刘德华的颤音非常难模仿，所以你只要加上点头，就可以马上模仿刘德华。哇哇哇！我已开始练习，开始慢慢着急，着急这世界没有你。哇，好棒哦！接下来带第二个门派，既然有点头派，那一定就有摇头派。这个摇头派呢，是因为这个歌手本身呢，因为他的这个头比较大的关系，所以他唱歌的时候必须要一直摇头来散热，就是我们的大头歌王张宇。一直下，气氛不算融洽。在同个屋檐下，你渐渐感到心在变。哇啊啊啊啊！哇，那最后一个门派呢？没有错，就是鼻音派。很多人都知道这个鼻腔的这个共鸣比较难，不过我在这边教各位观众朋友们非常容易，你只要晚上回到家里呢，全身脱光光，冷气开到最强，进去冲个冷水澡之后出来，身体不要擦干，直接躺在床上睡到天亮，你马上就可以直接模仿青蛙王子高凌风。如果你是一只火鸟，我一定是那火苗，把你燃烧，把你燃烧，谢谢大家。哇，哎呦，很厉害，很厉害。其实我一直觉得他是用白云哥的那个身份在模仿所有人，你不觉得吗？说实在，白云哥还是很棒。我你卖我没 Q 了，我不是白云啊，我不是白云，我没有。哎，林哥，你电话干咩好啊？我白云我被表演呢。休蛋姐，为什么纳豆跟白云都是这样？都是不是啦？有不一样，真的随 Q， 那白云哥随 Q 马上就来了。不行哎，不行，那我要跳出来跟他对抗一下。哦，真的假的？看一下。好不好？这个一定要我们男子汉要争气一下。好，也可以。怎么办呢？模仿谁呢？怎么办呢？模仿谁呢？我欢迎张学友。不跳下跨步呀，哈哈哈！靠近双呀，有泪一滴。刘德华。我想有爱到底老天。Michael Jackson， 有泪一滴，有泪一滴的。No no， 嘿吼嘿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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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
好，谢谢，谢谢博少，谢谢博少，谢谢。林书豪进场模仿，让球技大增。今天还有人来哦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冯炳轩18岁，庄敬高职学生，近来以模仿好小子活跃于各节目，他的精彩演出正在男子汉登场喽。来了，好笑。Jeremy Lin， 后面的谁？后面的谁 ？Rondo， 我看不懂。哦 ，Rondo。China 是我的敌人，我追的是对头 Rondo。Yeah， 但我还没有自我介绍。大家好，我是饼干冯炳轩，我现在读庄敬高职。耶，庄敬高职啊，表演艺术科。他才18岁，18。对，然后呢，那个现在专长是这个，就是林书豪，对 ，Jeremy Lin。然后因为学的太像了，所以呢也打进那个节目里面很红，而且在学校里面本身也是模仿的风云人物，对。是。那同学都会一般都叫你模仿什么？就是一般他们有时候会 cue 说什么，哎，你可不可以来一下 Dennis 啊？他就哇哦，大家好，我是今天 Dennis 耶、yeah, ，今天我还有请到另外一位朋友，他叫做马赵又廷啊。叫我是马赵又廷，千万不要想你不曾拥有过的。哇哦，真的是太可爱了耶、yeah ！对，就这样。对，我就随便来一段。Nice，OK，、okay, 那今天完整的来一段吗 ？Jeremy Lin 嘛。Yeah，OK、okay.。Coming soon。你叫他。喂。没有，我没有意思要 cue 他。不要随便 cue 他，对，他会低笑。OK， 好了。Hello everyone, I'm Jeremy Lin。你知道，最近我已经5连败了，所以呢，我打开了美国的小耳朵，来看一下台湾的电视，去寻找新的灵感。首先，我找到了这一位，他呢是一个制作人，他让我想到了该活过的动作。哎，对哈、哦，就是沈艺林啊！今天呢、啊，我一定要盖到你的火锅。很简单的就盖到你的火锅了，但是呢，因为呢要防守，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，所以我转到了第二台，看到了这个人。对呀、啊，分手擂台谁都跑不掉。对呀、啊、，Rondo， 对，你现在想切左边，对，你想切右边，你想出手，你想蹲下，完全在我的掌握之中啊！对，这谁呀、啊？但是呢。只能防守，不能成大器，当然还要学会超节。所以我装了第三胎，我看到了刘德华。为什么呢 ？Rondo， 可以轻易的就超节。所以呢，这要告诉大家，要用智慧来取胜。I'm Jeremy Lin， 下一次见了。Oh yeah！ 哇，好厉害哦！哎呦，哇，这个我们什么人可以对付他？这个你觉得他像吗？你觉得哪一个最像？他？对，你觉得他哪学哪一个角色最像？我觉得那个杨凡蛮像的。对。但杨凡凡哥要有一个重点，就是他跌倒，他有跌倒的专用 pose。哦。然后他有跌倒。他就。凡哥跌倒这样，嚯，那些搞啊你，那些搞啊你了，搞个啊你了哦，那这里开啊你了，哇那哦，个吹落地，你那里加水加水的哦，哇那那加水啊你啊，对呀，那对，好，我们这边有人吗？有人，我们这边哇，姚轩，哇姚轩已经很像嘞，我也会一点 Dennis 啊，哎呦来上台、哦、上台 PK。哇、wow, ！欢迎收听 Hey Damn 91.7，不管你是要听音乐、听新闻，我是听海哭的声音，就我在这边陪你哦。让我们欢迎吴宗宪。见鬼了！大家好，我是吴宗宪，不得了了，谢谢。Go！ 来，大家一起来，凡哥跌倒。有力。这也太短了吧！这也太短了吧！精简有力。才两个啊？简洁有力啊！简洁有力。那还有，你先打扮，应该还有别的。面对强劲对手魔王林书豪，男子汉庄姚轩会带来什么演出呢？让我们欢迎超级风水王孙维忠。大家好，我就是风水界不可多得的奇葩，我就是张维忠，还有我的助手小鹿。老师，大家一定很好奇，为什么我要把外套穿上？因为棚内有点冷，不好意思，我就是命理界的郭富城，星象界的雷神索尔林书豪，你逊毙了！既然来到男子汉，
我帮大家看一下风水。小鹿，老师，你看风水，干嘛穿紧身裤？哦，因为人命关天，救人要紧。Stop！ 罗盘。好，我来。我说小鹿啊，这个鼻毛回去要剪一剪了哈。罗盘放哪里？肛门。什么肛门？我说刚刚放在门那边。是老师。鼻毛记得剪啊，你犯了鼻毛煞。鼻毛煞。这个助理也有点莫名其妙啊，这个。老师，肛门。让我来看一下。哟，这舞台坐北朝南挺不错的，从这边看下去，坐高望远，居高临下。但是我们俗话说得好，尺寸代表着我们的财位。我先用阳间的器具来量一下我们的舞台有多高。是老师。助手，一米多少？告诉我。等一下，六八，放。哦。方瑶轩，我们是模仿，你的张维忠也太不像了吧？回去多练习再来吧。刘姐，看来只能用我的风车跟他硬碰硬了。硬硬硬。老师音乐。老师的解惑就到此为止，如果需要到府看事业线请打以下电话，谢谢。事业线，我就是不可多得的张维忠。 OK， 算是一个很新的人物啊。怎么样，你们我这样反而会他找错助手了。哦，应该找什么？没有，因为很容易会注意到明翰在干嘛。哦，明翰太抢戏了啦。对，很抢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好，但是呢，那个其实他有抓到一些要点啊。我们来那个请那个 Jeremy Lin 来那个看一下他，你觉得这一段怎么样？哦，对啊，我就是命理界的张维忠，我就是命理界的郭富城啊。你也会啊？啊，其实要拨一点。头发其实虽然我没有，但是你没有中分你就逊毕了。哇，我是 DJ Dennis Yeah。 哦，我还会会词。哦，逊毕了，考试零分，见鬼了。对对对，完蛋了完蛋了。会词比较像，会词比较像，走偏了，见鬼了。 Oh my god， 考试零分。好像你逊毕了。 Baby 呢？ 好像这个就是啊，中到了会词煞啊。有没有跟所以那么像，就是因为你多了，你多了，中到了，快退回来！冷静，冷静，冷静！太多太多！哎呦，你看，马上那个男子汉就被挑起输了。硬了，硬了，好，两个人呢，两个人都表现得不错，相当的不错啊！来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姚生。哎呦呀，哎，还有没有？还有没有？还有魔王吗？就先这样子，点到为止。四位已经，我让我笑到已经快颜面神经失调了。我的妈，林恩都已经笑到那个已经忘记自己是淑女了。对呀，刚才已经笑到。好了，那当然呢，校园有很多人才，而且呢，这个藏龙卧虎啊，对，每一间学校都有每一间学校最红的人，或者是最会表演，或者是最帅的人。没错。这一次呢 ，JPN 又到了校园去训哪了一间？丹凤高中。没错。然后丹凤高中有什么呢？有美女，有帅哥。虾米后。对对。除了 Breaking Battle， 我们也有，他们也有。哎呦。对。所以呢，这次很精彩吗？很精彩，非常精彩。好，马上去看一下南山前进校园之丹凤高中 ，Go。上次男子汉前进校园挑战赛第一站南墙工商男子汉一胜二负落败，这回来到丹凤高中会有机会血耻吗？
非常的开心啊，来到这边呢，除了看完我们的开场秀之外呢，我们的男子汉也是个重点了，好不好？对。比赛规则：评审分数可给1到5分，满分10分，优胜者可获得奖学金1000元。今天评审的阵容有武道新天王大军老师、偶像推手 Andy 哥。那我们要接下来进入我们的 PK 啦，有谁要先挑战的吗？高中的同学们，吃多一点好不好？刘家雄同学，对，哎，雄狗，你今天要跟我们哪一位男子 PK 吗？你不知道，男子郭艾玉，你有什么才艺要表演吗？他不知道了。比伏立体声。比伏立体声，我觉得不用怕男子汉了，我们怕我们最弱的 Kid 跟你 PK 就够了。比伏立体声很厉害吗？这一切没有在 round 之内。对，我也是。刚刚在 round 里面的那个设定好通透，再出来。哎，我要生气了。可是我觉得我还他可能躲到厕所去了。我蛮想看他伏立体声。我也蛮想看的。我也蛮想看王子伏立体声。好啊，那王子你跟他 PK 啊。来啊，自己加码就是。对啊。哦。获得胜利吗？校园battle战，竟有人浑水摸鱼。卸下偶像的包袱了，有没有？卸下偶像的包袱了。好了，来了，计时开始。突然想与同学进行 PK， 将现场气氛炒热起来。两人到底会是谁赢呢？倒数5、4、3、2、1，60个，我们这边60个。我要这边呢，我们要把它数到最后，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它到中间开始以后呢，就只有头在点而已，对，手背没有在动作。你都来乱立，对啊，想要去做啊，想要作弊。我以前是田径队的啊。哦，好了，大会报告。刚刚那位同学呢，在我们 round down 之间那个同学呢，姓周，周同学请出来，谢谢。周同学，你给我出来。你为什么要避暑？对啊，你要避暑干嘛？你害我做了60项俯卧撑。你自己爱做还怪别人。你刚刚叫你，你不出来，你是躲去哪里了？你吓到了吗？为什么不出来？害怕。怕什么？我们不会全输的。刚刚说太怕，害怕不出来，需要一点时间。人身攻击，给他两年减肥好不好？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好，自我介绍一下，哪一班的？是9年级2班的。哇，那今天要来跟男子汉 PK 的是什么项目呢？对啊，唱歌。唱歌。相当紧张，导致不敢将声音唱出来。希望下次挑战别再紧张了。末班车，唱得很好，唱得很好，出乎我预料之外，完全没有紧张的感觉。觉得他这样长不会唱吗？不是啊，因为我觉得刚刚他那么避暑的感觉有没有？应该可能唱歌会发抖或是怎么样。而且刚刚很厉害哦，刚本来现场很吵，他一个音下去的时候全场安静。安静。那默默听他在唱有没有？哇，男子汉们应该紧张了。对对对，你有没有特别想要跟哪个男子汉挑战？还是我们选？我们选是不是？我派出来男子汉，我来看哦。我们派出，绝对不是你，博德。哎呀，博德，刚刚听到这位同学唱的这个《末班车》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对，我觉得还不错。不错。对，只是可能会稍微有点紧张。有点紧张。对，难免这么多人。对。莫德今天要唱什么歌？
吴克群的为你写诗。哇，是啊。好， 好，欢迎伯乐的表演，为你写诗。会唱给大家可以一起唱。为你写诗。一种关系，我开始全程不受控制。爱情是一种本性，我开始连自己都不是。为你我做了太多的傻事，第一件就是为你写诗。周伯德深情的演唱会得到什么评语呢？看一下评审怎么说好了，好不好 ？Andy 哥。Andy 哥，其实今天你是周志宇对不对？其实我觉得他的声音跟的人很不搭，你知道吗？对，他的声音非常的沉稳，然后而且他唱歌的声音还有假音，他其实都用的还蛮漂亮的。而且你今年几岁？我可以知道吗？15岁。哇，15岁而已。15岁你可以唱成这样，我觉得已经算不错。如果假以时日训练的话，嗯，真的唱歌会很有一个自己的风格，而且他声音其实还蛮有特质的，就是有他自己的个人特色啦。对，但还是减肥一点比较好。就是没关系，他在15岁，他对还有很多年的时间可以慢慢减。就是他减肥，然后配上他那个声音，就会觉得是绝佳的这个组合。真的，对。那我觉得周志宇跟萧伯德今天唱，如果以萧伯德几岁？20。对，如果以15岁跟20岁来说的话，他其实有略胜一筹的。哇！哇塞，评价很高哎。没错，好不好？那我觉得我们直接来看分数好了。好，没问题。来哦，3秒钟的时间给分数的两位评审。好，那我们再倒数3秒，3、2、1，请给分。我们小万评审4分。没错。接下来是我们男子汉萧伯德，他究竟会得到多少分呢？3秒的时间哦。3、2、1，请给分。9分。恭喜男子汉第一段的时候拿到好成绩，谢谢。恭喜恭喜。接下来这个不一样了，好不好？最后一个阶段，来一个不一样的，就是 battle。battle 男子汉还没有试过 battle 嘛 ？battle 要群体的感觉，没错，打团体战啦、啊。那现场有没有人要跟我们男子汉 battle 的呢？或者是有没有丹凤高中的舞团，或者是你们一起？或者要以一打十也可以。好、哦，来来来，有有哦！我跟你讲，这高潮就来了，真的。对啊，现在全校应该知道整个沸腾起来，你知道吗？太嗨了，等一下小杰也会来一段哦。对，你又来了，嘉雄。哎、欸，你到底是来做福利比赛还是真的表演？这是真的表演，所以你们擅长的舞风是哪一种？3个人 breaking 是不是？刚好我们里面也很多人会 breaking， 好不好？听说蛮厉害的哦。对啊，我们先派姚轩嘛，还有逸翔 ，Coming Soon， 还有 Coming Soon 这样。好，我们就派这3个人。所以待会就直接是 battle 了吗？对，那我想一下游戏规则。那我们一段音乐为主，就是你出来 solo 的时间，嗯，好不好？你 solo 完之后换下一位，那也让我们评审可以好看说每个人的实力跟表现。如果气氛太嗨，如果学生想上来 battle 就直接上来，对，直接上来 battle， 那也会直接派出来，就直接加码了。对，直接加码了。好，那我们丹凤高中同学先喽，好不好？准备了，音乐下直接开始喽，来吧。很凶，很凶，哦，眼睛又泛红了。
sneakers on the ground. He said I would rap while I get breakers out.有些人真的是在混水摸鱼，对啊，对，刚有一个火车过山洞是怎么一回事？这个我也会啊，我知道了，我现在立刻就可以表演这一招了。意思我跟你讲了，好不好？来来来，哎，这个山洞要过几个都愿意，都谁可以都可以，大家可以一起玩好不好？过全校也可以，一二三。可以吗？这样可以报名参加比赛吗？哎，从今天开始叫我 breaking 好不好？叫我会 breaking， 我会 breaking。我们可以去 battle， 我们可以 battle， 到时候去那个东区跟他 battle。对，我现在是出了火车过山洞、飞机过山洞，什么都来一轮。哎，你要解释一下那一招是？到底谁想的？勇敢承认，你想的。有啦，他刚刚有一招非常非常厉害，对，要不要现场来示范给大家看一下？可以吗？那招真的我有吓到。哇！再压再压，同学们尖叫！你看他，超越人体的极限了，真的很厉害，这真的很厉害，真的厉害，真的厉害。我们给评审讲一下，好，给评审讲一下，我觉得我们已经欲罢不能了，好不好？太好笑了，太好笑了，太好笑了。好。直接评分好了，好，直接来看评分数啦。首先，丹凤高中的倒数三秒，三二一，请给分。十分，丹凤高中，哇塞，尖叫，尖叫，太贵了，软脚还是软脚？过，我还没给嘛，对不对？来哦，换男子汉哦，倒数三秒，三二一，请给。九分！哇，一分之差！哇，这个是那种拼劲真的比较够，对不起男子汉，输得心服口服吗？输得心服口服。OK 啦，因为其实毕竟年纪真的有一段落差。对，没关系，我们下一次再来挑战，有机会的话，好不好？对，好 ，OK， 那我们先谢谢丹凤，谢谢有机。好。那接下来丹凤还有一个表演哦。哦，对，这是有头有尾了，好不好？是，我们先来看表演。
下次继续锁定我爱男子汉。